一到炎热的夏天，喝冷饮简直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最近在台湾流行气泡水，可以说是健康养生又消暑解渴。目前台湾市占率第一的 Cheers 气泡水取得泰山企业的品牌授权之后，2018年7月27号在台中市汉口路四段推出第一家Cheers气泡茶饮专卖店。开幕活动一开始还请来了多名青春阳光的 show girl 进行一场热舞表演。负责经营奇尔斯气泡茶饮专卖店的饮王企业张明奇总经理表示，目前手摇饮料店的产品大同小异，竞争也相当激烈，所以他们才会推出独一无二的气泡水饮料，希望在饮料市场上独树一格。目前奇尔斯气泡茶饮专卖店将气泡水跟饮品搭配调和，推出六种特调饮料跟六种果香现榨饮品，加上两种不同口味的咖啡，是消费者在今年夏天最时尚畅快的选择。你跟其他饮料最大差别是我们的饮料70%，我们 menu 菜单里面有70%都是气泡饮，都会加气在里面，包括我们的 Mojito， 包括我们西洋香槟，我们有粉红马戏团，所以都是很好喝，而且视觉上看起来很美，很缤纷，很美丽的。最大差异就是加气泡感。目前泰山的Cheers气泡水在台湾有40%的市场占有率，是2018年气泡水销售冠军。这一次跟饮王公司合作推出实体店面，提供清爽无负担的气泡水，可以完全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。大家去饮料店只能调少冰去冰，只能调糖度微甜半糖，以后还可以调气泡，叫做强气泡、弱气泡、没气泡。那我们的产品主要分成四个系列，当然第一个系列叫做气泡饮，我们的主力就是气泡饮，所以叫做一气呵成主顾，就是你喝过这个气泡饮就会爱上它。Cheers 气泡茶饮台中汉口店在今天开幕之后，也将在北中南东设立连锁加盟，也开放民众加入连锁团队，希望打造全台湾最时尚清凉的冷饮品牌，让奇尔斯立足台湾，成为国际性的冷饮集团。记者陈文旭、杨静台中报道。没关系，假装。